这个我不清楚。啊，这个公安跟后边个？我因华资局的处理嘛。华资局嘛，没错。我这个请华资局啊，大概他们个人。华资局上次有说要告他了啊，结果如何？我们当然告了哈。我那是我个人，我当然那个已经。因为你总是在法律的程序过程之中，会知道事实真相。是啊，你这个有点。是啊，你这个有跟党中央反映？当然有啊，每天都把这些传给党中央。他其实党中央讲一句话的话，如果党中央讲话，讲什么？讲说这个是事实。什么是事实？的这个证件传到中央去了，他这个是有原因的。这个党中央没有啦，因为现在是很多，这个我也不需要解释啊，因为这个很清楚嘛。现在是很多人借着说谁讲什么话啊，因为媒体有兴趣，媒体很关心，那我就你们关心，我就让你们说明，因为这个也不是新闻啊，这个我已经讲了几百次，每一次我都讲同样的话。好，多谢啊，嘿，好吗？谢谢，好。